The darkness is full of demons. KTM 在2019年米兰车展发表了新款的1290 Super Duke 啊，新款1290外观维持 Duke 家族的风格，神似昆虫样貌的分离式大灯，搭配上车身更为坚实壮硕的肌肉线条，油箱两侧向前延伸，带点整流罩视觉的设计，更是让1290充满战斗气息。1290在2020年获得了车架的小改款，换上了铝合金的副车台，搭配铬木合金钢车架，车重比起上一代减少了6公斤，全车干重仅有189公斤，另外性能数据也同步提升。1301cc 的 LC8 V 型双缸引擎，经过重新调校之后，马力提升了 6HP， 扭力部分也提升至140牛顿。先进的电控配备，六轴的惯性测量 IMU， 弯道 ABS 和三种引擎动力模式，也针对暴力骑士推出 Super Moto 模式。90 Super Duke R， 狂暴的马力重量比绝对能满足最硬核的街车骑士。